位，请送上来第一位刚刚答对的朋友，请上台，恭喜你。好，来来，请到中间来，请到中间来啊！来来，我们题目请出来。好，来，好的，现在呢，你看到了这里有一个套餐。刚刚其实总经理有介绍过，可是大家发现上面的套餐名字不见了，这就是要让你来猜一下，这一组价值1899优惠价的套餐是哪一组套餐？它包括了，醋栗净白洁颜油、氨基酸玫瑰洗面皂、黄金比例玻尿酸精华液、胎盘精，还有就是贝优漂肤粉底乳，请问它是六种套餐哪一种？是基本亮白，还是紧致奇迹，还是水感超值，还是抗痘平衡，还是全效护理，还是时空弹力？请选择。三号。你用的那套真的有用啊？啊，他买给你的，哇，真的有男生用来教父，爽歪歪。确定是水感超值套餐吗？你自己贴上去，贴上去。待会让老肖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正。来，老肖告诉我们是不是三号套餐呢？答对了，厉害！来，马上你可以被老肖服务一下。好，工作人员请来，换人换人。老肖，我们准备了这个对应的保养品，那么刚刚这个是水感超值餐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擦的是黄金比例玻尿酸精华液啊。那么这个跟一般的玻尿酸比起来，我们有3倍的保湿力，6倍的保湿时间啊。那么在这个套餐里面就有这一瓶，就有这一瓶。刚刚你看那个，你是她男朋友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她呢就买给男朋友用，然后现在呢，她是你女朋友。好，他是你女朋友，然后现在你要在他面前被别的男人摸啊，然后他还在那里拍得很高兴啊，好奇怪哎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老肖温柔一点，让他试试看哈。好，看前面拍个照哈，谢谢谢谢。哇，谢谢我们的客人，来来来看一下你的爱人啊。好 ，OK， 哇，你们两个都很喜欢老肖啦，对不对？都用他代言的产品，谢谢你哈。好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你现在用的是黄金比例玻尿酸精华液，很水嫩。专业专业，谢谢哦。这个教父看的都要感动了。我们客人真的很专业，而且好产品真的就会被发现。谢谢你哦，哈、哦。那被老肖触摸的感觉呢？无言了、啊，无言。你时差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是哈、哦。刚从柬埔寨回来。好，来，请回位，谢谢。来，好，握个手。第二位，请出列，同样要猜题喽。六大套餐第二组，来，请出题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一组呢，同样我们也看到了，有好几瓶我们的贝优的产品，当中包括了氨基酸洗卸慕斯，还有氨基酸苦练洗面皂，还有杏仁酸焕颜精华露，还有苦练粉刺乳液，还有苦练面泡凝胶，以及贝优漂肤粉底乳。请问它是哪一个套餐？该不会是净痘平衡吧？怎么那么巧？好，来，还是全效护理，还是时空弹力，哎，还是基本亮白哦，还是紧致奇迹，嗯，请选择。这个你答错，我会翻脸。这么简单？什么？几？是什么？几号？4号哈、啊，是不是4号啊，老肖？是的，是的，4号，来，请把4号的牌子贴上去。好，4号呢就是净痘平衡餐标准答案，答对了，恭喜答对了。好，那么净痘平衡餐呢，我们要擦的是苦练粉刺水乳液，我们请老肖帮我们客人服务一下，我们敬业的一日店长。好，妈妈要擦你还是擦弟弟？擦弟弟干嘛啦？他喜欢萧敬腾。哦，这么小就崇拜偶像了哈。好，哇，这可能是弟弟人生第一次哦，擦保养品哎，他就献给老萧了，对不对？你几岁？4岁。4岁啊，萧敬腾哥哥很帅，对不对？对。喜欢听他的歌，对吧？对。你会唱什么歌？小蝴蝶。对。真的假的？
老肖，你愿意听他唱一下阿飞的小蝴蝶吗？好，来，我们给小弟弟鼓励一下，最佳的粉丝也是我们最佳的潜在客户，一辈子都要用雅文的，预备去。你是我的小蝴蝶。真会，你要加油哦，你不只是要好好用雅文，你要多吃点喉糖啊，好不好？那要规规五岁，要然后烧香啊你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妈妈，谢谢你们来。好，来哦，哎呦呦呦，哦，哇塞，你跟老公哦，做个纪念，做个纪念。好，弟弟回头看，妈妈为什么牵着别的男人？这在孩子的心中会留下一辈子的阴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第三位请上台。第三位，好。我们今天就是借由这样的互动哦，是再次提醒大家，保养五绝跟汉堡套餐，你可以自己搭配千百种的变化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直接推荐你六种啊，针对不同的肌肤。好，这个套餐是什么呢？当中包括了助力净白洁颜油、氨基酸玫瑰洗面皂、杏仁酸焕颜精华露啊、九生态净白精华，还有极效亮精亮美白霜，以及贝优表肤粉底乳。请问它是哪一个套餐？基本亮白，还是紧致奇迹全效护理，还是时空弹力？请选择一吗？基本亮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美白的、净白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自己贴上去。我们请老肖告诉我们，这一组是不是一号餐？是的，恭喜答对啦！好，来。来，我们请老肖帮忙一下。好，基本亮白餐，我们要试擦的保养品呢是极效精亮美白霜，这是专为我们亚洲人的皮肤设计哦，让我们的肤色呢白得很均匀。大家知道世界各地的肤色都不一样啊，所以针对亚洲人来研发非常的重要哦。好，我们请老肖为我们服务一下。好，来，哎呦，好温柔的店长哎哈。哇，这一辈子，哇塞，开心嘞！你一辈子可能跟老肖握手嘛，跟他合影嘛，那你一辈子有可能被老肖抹保养品嘛？这除了他的这个家里的狗啊、猫的之外，可能没有第二个机会。所以你看看这多么的开心！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继续支持我们雅文，支持老肖，支持贝优，你还真节省了，非得把它抹光哈。好，谢谢，来下一位，请上台。来，请上台，请出题。好的，这一题呢，同样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的六种汉堡套餐当中呢，这个套餐呢，有我们助力净白洁颜油、氨基酸玫瑰洗面皂、杏仁酸焕颜精华露，还有蓝铜生态紧致精华、鱼子抗皱精华露，以及贝优表肤的粉底乳，它是哪一个套餐呢？二吗？紧致奇迹餐吗？来，自己贴上去，看看是不是哦？怎么大家都这么厉害啊？老肖是不是二？是的，是哈。老经理是不是二？对，好，恭喜答对啦！来，马上擦，恭喜恭喜！好的，紧致奇迹餐，我们要擦的就是蓝铜生态紧致精华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让肌肤呢水嫩 Q 弹、紧实透亮的机密就在这里了啊！就像广告里面老肖的所诠释的那个感觉，哎呦。哎，你都没有问人家想擦哪里啊？不一定想擦手啊。要擦哪里？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客气？这么好的机会，要是我就说全背都要。好，谢谢。对对对，我们示范一下，做个感觉就好了。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好东西啊，真的是好产品。老肖推荐啊，老肖自己也爱用，男生女生都适合，也最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请上台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出题啦。好，这一组的汉堡套餐有什么产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包括了橄榄精纯洁颜露、氨基酸玫瑰洗面皂、黄金比例玻尿酸精华液，还有积雪草全效乳以及贝优表肤的粉底乳，请选择只剩两种了：时空弹力餐还有全效护理餐。五号或六号？五号。五号吗？贴吧。好厉害啊！怎么大家都这么专业？老肖是不是五号？对。对，请用唱的。对，哎呦，真好听。那你要用唱的说谢谢，预备起。
随便唱，好玩的嘛，不要那么紧张，预备起。谢谢。这就是歌王跟素人的差别了。来，我们来擦保养乳的哈，来，我们五号餐，我们要擦的是积雪草全效乳液，它对敏感肌呢都能够适用的，全面的来呵护所有消费者的肌肤。好，你要不要问他擦哪里？擦哪里？打胶囊。要不要擦脸？还有妆哈，好，擦手就好了。好，来，让你把手伸出来。好好，套上戒指啊，不是，直接就嫁了。好，来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哎，老肖真的是很专业的店长，他真的很温柔，很认真呢。你看看，哇，真的好像做梦一样。充电下去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第六位请上来。好，这个第六位刚刚的题目是最难的，好，所以他的最后一个套餐也好难哦。来，请出列。这个套餐是第几号套餐呢？这个套餐里面有助力净白洁颜油、氨基酸玫瑰洗面皂、杏仁酸焕颜精华露、毛孔紧致修护精华，还有蓝钻精粹活肤乳霜以及贝优漂肤粉底乳。这是第几号套餐？超难的。怎么办？你都碰到最难的，你有答案吗？我六号是六号吗？是六号。怎么可能？对，因为他的题目最难，所以给他最简单的一个套餐。恭喜大队！好，来，我们擦一下保养品。我们要擦的呢是毛孔紧致精华，刚好他也很需要紧致一下。那么。这个是可以让你的毛孔粗大的最佳救星，好，那这个产品非常的好，来，我们请老肖帮我们处理一下，谢谢。哇，好温柔啊，谢谢我们的店长，有没有觉得很幸福？对不对？你这喜欢老肖多久了？六年多，等于出道就喜欢。可是你看看，过去有看参加签唱会握过手、合过照，有没有被他擦过乳液？要不要谢谢谁？谢谢贝优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专业粉丝，厉害厉害！哦，搞座党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请回座休息。好，来，刚刚的那个试用品，请再拿上台一下，刚刚的那一盘，好，来，要签名笔来一下，签名笔。老肖，你可以在上面签个名，给我们季总做个纪念吗？因为这六瓶啊，意义非凡啊、哦！我们代言人刚刚亲自服务我们的消费者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哈、哦。那么代言人呢，也非常。